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泼墨未获为您带来的 Pokemon Go Battle 啊，这回不是宝大师了，是吧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半退休状态了啊，但是有新的 Cup 出来了，咱们还是要爽一下的啊。当然也是随便打一下，因为我们已经在 Go Battle Day Tank 的很厉害了啊，所以现在这么低的分数也不代表啥啊。今天我们准备用这个鳄鱼加双恶毒啊。鳄鱼双恶毒，我这里有更好的 IV， 但是这个鳄鱼 Lucky 以前投资过，实在是不想再另花钱投资了啊。我双恶毒呢，因为已经投资过了，是吧？这个 Scan Tank 是一个 rank 一的啊，就是不算 Best Body rank 一的啊。这里它的技能我要不要改成 Flame Thrower， 还是改成这个 Sludge Bomb 好一点？我记得以前都是用 Sludge Bomb 的啊。然后对我还把技能调整一下啊，别忘了。因为我的那个虾多锥片啊，技能应该是用那个阿夸跳应该要好一点啊，不用带两个斯拉吉棒。阿夸跳，我以前玩双恶毒的时候，我是用的这个啊 ，Fladigator 啊，这个是一个15、15、14的啊，我把它升上去了，是吧？但现在有虾多，这是为了打那个万圣节杯的时候强行拉的啊，那还是起了不少作用的。虾多的确实比这个不虾多的好用。我以前这个对这个普通的这个锥片，就是因为它被那个骑士涡流压制的太厉害了，两个框系打不死啊。但虾多的两个框系是可以打死的。好，这里没关系啊。为什么要用鳄鱼？就用鳄鱼有框系，可以打这个家伙 super effective， 只要他能上来一个让我 farm 的就行啊。他为什么一直不换？他不换是啥意思？你要在我身上浪费能量，让我巴不得，让我巴不得呀！他真不换，这哦，对，因为我坦克的比较低，是吧？这对方也太悲剧了。对方来了个火啊，咱们有水，喷火龙，嘿嘿嘿，让我感觉这有点虐菜的感觉，但是就是爽啊，虐菜的感觉就是爽。看，吓到追平，一个人打两个，我要打两个，我们叶问，哈哈哈哈。因为打两个打了他一个盾，然后他来了个 charmer， 然后我们还有个毒，矿机可以让他降防的啊，不矿机白不矿机。啊，击了。这tank的太狠，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那我还是三胜之后再送两个，还是不用，随便看吧。对，大家看，我现在是1872分，有时候还会碰见那个20的，就是R20还没出分的小伙伴们，你看这说了就来了啊，这碰见一个还没出分的，好，他也是水啊，以水对水啊，咱们还是换一。3、4、5、6，我也不指望他能 catch 了。他马上阿瓜跳也好了，那咱们的矿机先放。看到阿瓜跳来了，他是因为他换了1、2、3、4、5。拉下一顿，是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哎呀，两顿都交出来了，大哥。来来，我们去承受你的 plus burn，然后两顿都给我的搓肉吧。啊，转 pro，转 pro 无所谓了，plus burn 好像是比双 pro 效率还高一些的啊。我看到最后一个是啥，是不是个草？看 plus burn 来了。啊，是个草，抽药搞定就行。哦，对，他那个还没死，想起来了。啊，这个。啊，应该搞定了。想一个吧，Why not？噔噔噔噔噔，呀，应该死了。GG，轻松就猜啊，不要紧啊，兄弟，你是二十，输赢都能出分的，哼。哦，不过他二十可能出已经出过分了啊，只是还没进21。跑下虐菜是爽啊，我们群里的草师傅比我更狠。经常跑到300分，咱们是1872，哎，对面也是个1872。Orion 挺烦的呀，咱们 stay in 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这好像是个 CMB，他的 earthquake 也应该好了，是吧？是他一个 earthquake 吧？怎么办呢？哎，他换了，哇，swamp 的幸亏，不下，他的 hydro cannon 也好了，啊，没有，他擦一下，擦一下 hydro cannon，哎，他挡了不错，降了1、2、3，他这应该是7963啊，还不够 earthquake。还是开动，对，他第二个还是开动也应该好了，只不过他没点。2、3、4、5，好，最后他点了，我肯定把它 farm down，然后后面靠我的抽右。我估计要炖一个吧，炖一个吧，炖一个方蛋。哇，这个可以够狠的你。应该还是个 S 个 Spear 啊，这要是个 Quick 咱们就记了。好，哎，他也是这个，他应该带 Frame Thrower 的，我无所谓无所谓，只要把他打的打残就行了。哇，他赢 CMP 啊！
咱们还差一次血，哎呀，这个太不容易了，这个矿机至关重要，给他降防，降防。不，我已经没血了，GG了，GG了，哎，不容易。最后是个千真鱼，也看来这三胜之后不用送了，这个自然会输，这下面也不一定好打，但是 frame throw 没有也行啊，大家看见没有，我们实际上框子他一样盾了，乔日子这个开局非常好，看能跑不跑，看能跑谁出来，一二三，他居然不跑，他卡了，他卡了，他明显说他卡，直接把他 farm down 吧，吃一个 blast burn farm down，转库就死了，谁出来？草吗？可是他卡了，哎呀 ，swamp， 下面有两个 hydro cannon。他估计拉后面一个肯定是草了，不用说。他卡了，他卡了就不用说。说吧，后面肯定是草。家伙还在坚持吗？真是。不容易啊，我就不坚持了，挡一下吧，三四五，第三个好像是五秒放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一二三四，是吧？继续，这面子他卡了啊，这把胜之不武，我也无所谓了。如果他没卡，他应该会扔 swamper 上来，那我只能 stay， 打败他，然后蝎子对他 charge 啊，另外臭鼬对他的那个，臭鼬对他的那个妙蛙种子啊，估计是这样。对方是御三家阵容啊，这种虐菜局不知道大家看的无不无聊啊。反正咱们 stay， 三，他直接还去看到了，Muddy Water， 我说怎么还去看到也没这么快啊，这家伙真的啥都有啊，他试下一个 Muddy Water， 这会时间比较久，是 earthquake 还是开局看呢？sludge wave， 我勒个去，是个猛啊这家伙！对，他用这个，我用矿器可以啊，差点想着没带 sludge bomb， 可以用矿器。带 Muddy Water 跟 Sludge Wave 啊，果然在低分段什么人都见碰得到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
哦，是个烧火的，那正好我还有点血。哇，这个火，这样的伤。是，GG，就我的臭鼬搞定他就行了。这太 spicy 了，这个哥们。Muddy water 无所谓了，咱们要两个盾。好啦，这个无聊的虐菜局是吧？随便给大家开心一下啊，毕竟这个 season 前段半段实在是打得太累了啊，所以后半段咱们来休闲了啊。也是，祝愿还在渡劫、还在挣扎的小伙伴们早日上那个 legend。这个阵容实际上它的想法很简单啊，我是一个这个高出 D 属性啊，一个这个恶毒高出 D 属性，然后用水来 farm 掉，然后呢这个鳄鱼。之所以选鳄鱼，是因为它 farm 之后，它的 crunch 是可以打鬼术的啊，是有反打草系的功能。当然，你选那个乌龟也可以啊，就是水晶龟也可以，因为水晶龟有 ice beam 啊，也是 farm 之后可以反打鬼术，甚至还可以反打草啊。这个 crunch 打其他的草妙蛙就没有那么给力了啊，那个 ice beam 是可以反打这个草，但是呢 crunch 还有好处，可以打那个水鬼啊。SB 就不行了啊，这也是各有利弊啊，各有利弊。我以前投稿过 King 用的是大剑鬼啊，大剑鬼的那个 Mike Home 也是用来反打和草、反打鬼术之类的啊。当然，虽然不是 super effective，但同样的对付水鬼有点无力啊。但是这个鳄鱼的矿是可以打水鬼的啊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早日渡劫成功啊！已经渡劫成功的小伙伴们，那个。估计也跟我一样啊，这带着笑容打 PVP，就跟那个什么李安婷恩赫的宣传画面一样，一个黑哥们和一个这个美眉啊，两个人面带笑容的在玩Pokemon Go 是吧？很多人觉得他们肯定不是在打 GBL 啊，但是如果你像我这样上了 Legend 之后啊，估计可以带着笑容的 relax 了啊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